仓木勋奥义，热门飞向苍穹。出招按键是空中下后下后轻脚重脚同时按下。仓木勋在空中发射奥义，在空中迅速往斜下方俯冲，击中对手时按转并切换到演唱会的场景，进行华丽的多段攻击。千万不要被我击中，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哦。哎呀，刚才视频里不是这样的指令出吗？怎么出不来呢？好捉急呀。年轻人莫慌，让我来告诉你。真的可以出来吗？我已经按照演示出的了，保证一个方向都没错。你看看，就是这里。当选用的角色等级达到30级后，点击奥义觉醒就可以解锁该角色的奥义了，然后在游戏中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奥义了。哎，谢谢英雄，请问英雄大名啊？不急，日后再说。那么就让我再试一下吧。哇，果然可以了，哦耶！艾尔布鲁奥义，雷霆裁决。出招按键是下潜下潜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艾尔布鲁原地释放的雷电奥义，起招时伴随着数道闪电击中自己，并附带攻击判定，之后全身待定数秒，并在此奥义生效时，艾尔布鲁所有的必杀技及超必杀技均附带30%攻击力加成的效果。对手用打击系打中艾尔布鲁时，将会同样受到固定数值的伤害，但对大部分投技无效。发育奥义，诸行无常。出招按键是下后下前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发育连结中的派生奥义，伤害非常恐怖，可以在其连段或终结中使出，并形成连技，击中后将不能瘦身，后续还可以继续多责对手。杰克奥义，奥义之怒。出招按键是下前下前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杰克伤害最高的单方奥义，远程全屏飞行道具，起招较慢并带有短暂无敌时间，可以用于对空，在特定情况下还能带入连技中。布雷泽奥义，混沌极旋。出招按键是下前下前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布雷泽的突进系奥义，发射后快速接近对手，命中对手时不仅可以给予其重创，还可以为己方回复少许血量。紫瞳奥义，鬼墨紫薇。出招按键是下前下前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紫瞳发生极快的打击奥义，起招后袖口划出两道带攻击的曲线，击中时不仅给予对手可观的伤害，还可削减对手一定量的气槽，在指令投之后也同样可以带入哦。琉璃奥义，善幽诀九伤。出招按键是后下前后下前轻拳重拳同时按下，或者前下后前下后轻拳重拳同时按下。指令投系奥义，给对手造成较低伤害，并且对其同时造成招式攻击力减半及无法获取能量的三重封印效果，在三重封印下的对手可是相当被动哦。